记者李一璇台北报道：零六分之零二十七十五发稿十八零四更新，新增影音不老神林志颖挺过车祸复出，一举一动都受到粉丝注。日前他驾驶新车出门，被民众检举违停。图翻画面不老男神林志颖历经去年七月驾驶特斯拉孩子自撞车祸。 在妻子陈若仪细心照顾下，已健康复。除了积极更新社群分享家庭生活日常外，前农历春节期间还以汽车保护膜品牌代言人份亲自现身录制了拜年影片。而三日，他驾驶新购的电动车 BMW i3 到大直驱用餐，不料因为停货车停车被民众检举，也让爱车意外曝光。 布朗男神林志挺过车祸复出，一举一动都受到粉丝关注。日前驾驶新车出门，被民众检举违停。图翻摄画面中，分局表示，大直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区民众检举，殖民水路五百六十一号有车辆违规停放在货物装卸停车，原警依规定前往查看。 到场发现为自小客违规车与货车装卸专用区，因当时未符合一般自小可停放的时段，故民警依规定告发占用卸货停格。警方提醒：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五十六条第一、第九款规定，汽车驾驶人停车时，停车时间、位置、方。 车种不依规定占用卸货停车格，处新台币六百元以一千两百元以下罚还。不老男神林志颖停过车祸复出，一移动都受到粉丝关注。日前他驾驶新车出门，被重检举违停。图翻摄画面，林志颖复出后一举一都受到关注。